欢迎收看《维新世界易经新法讲座》。所以本人咱伫遮咧，先有时咧，所有过去咧讲经啊，吼，啊佛菩萨咧开示啊，我看真侪经典咧开示啊，就是安尼。要讲好处以前啊，歹处先讲，歹先甲你讲讲咧，然后歹才讲好处，讲好处，然后咧好处要安怎行，一条路，一条路，好，讲出一条路有通行去咧。那个叫做道，叫做经，道经。可是咧，我发觉咧，咱一个团体内底咧，要心灵改革啊，要改革任何一个政策等等啊，吼，咱咧感觉有当时啊咧，准备较不周至，吼，感觉真正遗憾的。所以人力物力，咱的心造成大家乱糟糟去啊，吼，所以这叫我都。你爱改革以后，才有法度时机有成熟的一天。若无时机，永远都无成功的一天。千真万确。啊，咱搁再看第三爻。那告诉咱开始动第三爻，第火经呢，必定累水，必定累水第三爻。好，第三爻就九三阳嘛，九三。变革即系势在势在必行，也应极端的精神再三的考虑。咱若讲后要解决一件事业，讲啊，我事业不是咱未顺失，吼、哦，希望我会当事事业会顺失，吼、哦，会趁钱，家内平安，公司也安全，社会也安定，国家会富强。那么，咱爱解决。咱要变革一个政策，一定要变，因为歹啊，吼当下的政策唔对时啊，咱一定要变，势在必行，未使你讲，好这条路搁拖落，说变革是势在必行，一定爱，嘛一极端的谨慎，但是要变革啊，爱非常谨慎，非常谨慎。好，咱唔通讲啊，这立法，啊，比如咱一什么政策宣布要做啥哦，要做啥，要啥，讲一大堆。但是咧，政策法律上咧，咱立法咧，有诶咧，若要搁排咧，爱三年，爱十年。三年前、十年前个案件咧，甲咱立法咧，要未通过，要未审着，啊，已经社会搁变咧，时势搁变咧，那么你政策，你搁开始搁。信嘛无路用，那么相对咧，咱一个政策，我做起来阵做一个主管的时，我直讲直讲出，讲要做啥做啥直讲出。但是咱即摆还是法治的国家，立法未符，立法未符。啊，你嘛未符是讲讲一大堆，整个社会人心的不满，社会人心的乱啊，好，这个失去这个信心啊。失去这信心嘛，啊，哪有可能心灵改革呢？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，咱呐要变革，一定爱做，但是还是非常谨慎。好，咱再三的考虑。啊，我唔是讲啊，我做官起来啦，我就哦开始有一个叫做表现。我有一个表现，你爱是不是有政策一下？好，那无的事啊！你讲讲，到尾是咪结果吹手提着？啊，所以刚才开始诶，要滴泪水啊！哈，变成滴泪水过哈，啊，都一个叫做挂伤咧哈，
一九三五，哈、啊，变革，哈、啊，积极势在必行，哈、啊，哎、也应极端的精神再三的考虑啊。咱个再个看下第四爻，假使个八卦来个开始动是第四爻，被追悔季节，好、啊、被救赎，哈、啊，九四，好、啊、追悔季节，第四爻是救赎，因为是阳，因为阳是救，好、啊、说，啊，改革者的性格、时间、因素，以及首先赢的。群众信赖的重要性，好，改革这两种，在咧改革的人的性格，好，改革者的时间，当时要将伊改革的政策、改革的咧这个方案咧，时间真重要。时间在哪里？是不是家己准备充实啦？准备哪充实的时啊？就是。已经这条都时机成熟，因素什么因素呢？因我要改革的因是安怎？社会要改革的因是安怎？比如啊，社会伫安乱，乱在哪里？乱伫倒位？每个人犯罪的人，一心啊，拢一粒善心，迄个善心只是叫唱掉去。变成五官的魔鬼现前，目睭看到想要爱，耳仔听到想要爱，鼻仔闻闻就要爱，嘴子食到了就要爱，啊摸也摸得到就要爱，想得到想要爱，这种魔镜现前。好，所以啊，这个因素呢，改革的因素，将所有的发生是恶业的因素呢，咱甲讲清楚说。检讨清楚，公开，还一旦公开，啊，公开啊，我这是立这个法，还是改善这个改革这个的因缘果，好、啊、是安怎？一定爱用好势，哈、啊，咱公司要改革，咱嘛爱重视因素；家庭要改革，嘛是爱因素，是安尼家庭袂好，啊是安尼家庭呢吼，翁婿无想要倒来，无想要倒来，是咪做太太呢？倒来直直个念，哈、啊。啊，有诶，想要讲啊，我你只要甲摕钱，等下其他你免管。啊，将原因找出来，才来解决。原因无出来，解决无路用。讲话一刷票嘛，无啦吼。所以这个因素，以及首先赢得群众信赖重要性。你以及你要解决，赢得会当赢着，得到所有大众甲你肯定。比如咱要做一个服装。好，咱们改造一个内底一个，这条白贴，啊，就改革内底这个叫每个物件吼，安尼摆只较好看，让人看只欢喜心，好赢得嘞，啊，群众的信赖。我啊，我这件衫我吊安尼，并唔是讲我吊安尼，就是要用眼目，我缺点，互人一表面现场店看生意真好，看嘞真好看嘞，结果嘞。好，结果等下穿袂下，啊是表面我物件装好，哦，穿啊足水的，一项物件呢十块银，哈，内底外面的包装呢100块，即摆人就讲究一讲究这个包装，迄种虚伪的。无实用，好，所以呢，你若用个这叫做满骗的手，这个手段呢，啊，都无可能得到这个咱的客户，啊是咱的消费者，啊是咱的人客的相信、的信赖。好，那么印度无法度继续甲咱支持，政府嘛是共款，机关嘛是共款，社会嘛是共款。所以这各位啊，咱叫做爱以心用心对待，唔通毛毛骗骗，你骗到这个人，
假使我骗骗到你，一个外面一个假象，但是你的心内、你的佛性、你的灵魂佛性，你好我身上，我骗袂过啊。啊，所以这因果的问题啊，咱做一个宗教家，爱食生命饭嘛好，爱是算命嘛好，啥了？咱做一个种人，咱爱好好检讨。好，咱要好得到他人相信的，咱一定要正法。唔通用邪术邪法无路用，必成其鬼一时尔。哦，这点来讲，伊是方神理学。咱吼，这代来可能开始用改革的性格啊，吼、哦，加咧时间的因素啦，吼、哦。那以及首先用伫咧观众信赖的重要性，好、哦，咱爱用伫信赖观众，会当信赖大家共同，会当相信，这才有合理，哈、哦。咱来告诉你，看看第五爻，动第五爻，第五爻咧。阳变阴，哈，即个是九五，九五变局必须要彻底，而非休息，哈，并且呢，再三强调，必须得观众的信赖与支持呀。变局，哈，要变局必须爱彻底，咱要改就改彻底，唔就卖改，改到一半无效。我会记你啦，吼、哦！我听是大人讲，讲啊，咱这里种卡，咱不较早人吼，咱割草，割草了吼，有一个先生啊，好一个人啦，割草是蛇啦，吼、哦，蛇来看头壳剁掉尔，对蛇头剁掉，像安尼就死啊，无想即个蛇咧，吼、哦，都唔知咧走登个阴村门头顶，啊，看到这个人啊，吼、哦，这个人咧，都登来死啊。啊！在这抓头对面，这都要去加嘞，那需要去报复。嘿，太抓无太加死。啊，咱要变局要彻底。那么目前呢，咱台湾真侪司机先生、司机大哥、司机阿兄，教着人的时啊，干脆就甲教死，倒退教好死，听我教死，较好讲，各位爱注意。这个因果对了，因果，恁囝、恁某、恁老爸、恁阿母、恁阿公、恁阿妈，吼，甲恁囝囝孙孙，爱共款受着这个大头的因果，爱负这因果。杀人者爱防杀，性命正常。但是这么特异，下要过共教死人啊！你这所犯的罪咧，天地无法度容允。你冇清楚啊！个教师才咧讲啊，钱条下来多啊，有啥物保险啊？错误去啊！恁个某仔囝、孙仔来赔也赔无够。若是讲你有是一个真正有正经的人、有良心的人、有智慧的人，你啊，好发生问题，尽心讲处理，好、哦，那么唔通我想要向教师靠我讲，那安尼是非常唔对的行为。那安尼咧，会记哩，恁的祖公啊，爱护因果，唔明讲哦，我真有孝老爸老母，这就非常大不孝，因为会将恁的老爸老母、阿公阿妈拢拖到地界。然后咧，你某仔囝爱护因果，孙爱护因果，啊，而且咧，佫算咧，你家己心灵咧，一世人你都无得过。人伫世间上安心是啥？我无欠人钱，我问心无愧，哈、啊，我咧。无对不起天地，无对不起社会，这上好呀，吼、哦，这上好呀俩。所以咱变革必须要彻底，咱歹的习惯、歹的想法，好、哦，咱爱彻底爱改革，唔好半路啊嘞，吼、哦，就伊想讲哇，我后摆再再过来一遍啦、啊，永远都开始啊，没完没了，好、哦，这点爱注意。啊，咱的变革咧，咱爱实实在在，唔是挂羊头卖狗肉。啊，我要改革啦，要心灵改革啦，挂羊头嘛，未够肉尔嘛，你有诶？哎呦，我唔对啊，失礼啦，我忏悔啦，后壁歹事代志搁做。你法官面头前，啊，你靠搬戏啊，结果出嚟歹代志搁做，搁偷摕物件，良心爱注意。咱这心若袂安啦，你提较侪物件无效，你趁大侪物件都无效。
哦，所以咱也毋免修饰尔。那么在民国84年，我先有是伫林口举办一个林口大法会，阳台风水，阳台风水咧，这叫做方法，看是方有这兴趣无，有这信心要研究这个物件，要了解这个风水学问题。那么我拜访一位先生，伫台北咧，伊咧，我要甲斗相共，我也真正感激。但是三公四公，咱爱搭久，咱爱包装，爱包装较水咧，爱包装安那，我全放弃。我即个人无实，久久拢是要讲包装，爱包装安怎较好看，爱包装安人则毋知影，人安尼则安怎，我也无效。我照你做法咧，我团团我白团咧，我说咧，阿弥陀佛，感谢你帮忙，你无实在，处处一包装，社会才会乱。我包装物件互你，外口包出去，内底物件袂用的。等下你是毋是会骂我？会启动干股？共法安尼，我若是传着无正确的法，互大家，你包装的法，互大家咧。那么，恁一人一念头，恨我，我几啊世人，几啊千千亿万年袂超生。所以，咱袂使修习修饰。咱太爱的这个修饰呢，敢若重复表面的是啊，非常的不对，这种欺骗的行为。咱目前台湾行到这时阵来咧，拢行到这个修饰的时代来啊，社会拢互相拢在修饰，人甲人中间拢是瞒瞒骗骗、暗暗藏藏，这就是讲违背咱良心道德，违背咱的本性去，咱本性都无暗暗藏藏。哦，所以各位是奉承，你是圣贤，安尼开始啊。那么改革一件事业，咱要彻底，而且咱毋通小事，咪讲你讲外面好看头，内底根本都拗过，内底拗过的是啊，迄都毋对去啊，骗骗瞒瞒骗骗，无应该，并且再三的强调，必须得到群众的信赖甲支持，也就是咱啊要变革、要改革一件行业，彻底以后咧。会当得到所有人，你的客户嘛好，你的信众嘛好，还是你变现，还是员工，拢会当支持甲相信。那安尼是啊，你所做的工作变更才有一个内容，那无就无内容，造成乱象愈侪尔。咱来过来看，这啊是地人熬，当伫地人熬，当伫地人熬咧，好多上落。变革成功以后，上下应当洗民革新，并且以民休息，以适应新的生活。即搭咧非常好。讲咱变革成功以后，咱依照以上所圣贤甲咱开始的，第一爱巩固家己，咱的智慧是毋是有够？咱的能力是有是无够？咱的心是毋是有够啊？巩固自己。若是咱的无咧心，要变，咱啊变革，啊现在讲讲啊，咱的家咧心，偏尊重导师机啊。导师伊个心个是啊，迄都毋是巩固家己，所以甲咱开始爱巩固家己，巩固自己个智慧、能力、咱个魄力、信心、慈悲心，即仁爱个心，咱爱有遐呢，巩固家己即个条件，然后呢，即时机才有成熟。咱逐项检讨甲煞以后呢，感觉无缺点，咱迄个我适应一切个挑战个时啊。是伊自然成熟，成熟以后呢，咱要嘛爱非常诶谨慎，嘛爱非常诶谨慎，毋通讲哇我呢，感觉人都袂歹啊，迄错误去啊，因为时势伫变，时机伫变，法伫转，法无定法，即个诸法无常，
好嘛？过来就改革，就按咱的性格、性格、时间因素，当时才会适当。哈、哦，因素因缘果报，哈、哦，因开始，缘经过是安那，果是安怎，然后所得的欢喜心，还无欢喜心，还是经过乱象，哈、哦，因缘果报。啊，因素以及应该是群众的信赖较重诶重要性。咱来了解，咱也无人逐个经啊，你所变经无效。比如咱一个心经的人，精神问题，好讲一大片的，无人相信你。安怎好？无效。好，所以呢，必须要得到群众的信赖的重要性。咱要变啥？要全民大众的相信、依赖、哈、信服。才有路用，好，那么变革爱切彻底，咱做人做事唔通干呐重表面，西装穿水水，头毛抹油，内裤再夹大大，啊，那那那钱就叠一撮啊，好啊，下批穿上水的，开上非常水的，车开水的，结果呢，粪扫一大堆，内底食食无介意就弹着飘着，那好，这哪改革？改革外面的修饰。装饰家己尔嘛，哦，所以一寡咧，迄、那个我穿真水啊，吼、哦，哦啊，分只出一泼一，再等变成都身材配，重家咧家己啊，无重社会公共这个道德，那好，迄是修饰，迄是包装的假包尔。那么，甲咱开始啊，拢毋是修饰，而且再三强调，必须要得到群众，必须要得到群众的信赖甲支持，哈、哦，信赖甲支持，这是非常重要，哈、哦，非常重要，哈、哦，咱若无人甲咱支持啊，你讲到满山坪也无路用，咱讲话若无人相信啊，嘛无路用，咱假使一做一主管啊，讲话讲到尾咧，无人相信啊，也无路用，爱忏悔啊。是爱忏悔，好、哦，所以咱们社会要改革啊！第一，再三的强调，对口开始，对嘴开始，嘴若无收起，讲话啦，清清菜菜，三字头都无去好好啦。你讲这个人真正有修行，讲话有人格，创啥有人格，我都唔相信。因为心所想咧，甲所做，甲嘴所讲，就是一定相像。啊，有人哎呀，老师啊，我是嘴巴讲，然后心面啊想。我你讲，你嘴才在讲话，是不是？你头壳在想，你的心才讲话，你心会想，安尼才会讲这话，无哪有可能。上简单，暗时困里面床在困呢，困起时啊，一个那死人呢，好、哦，啊困里面床，嘴敢有讲话？迄时阵啊，你是哪有要走倒去啊？你无这个想法。无这个心的事，你哪有可能讲话呢？无可能的代志嘛，对不是安尼？所以佛啊，甲咱开始啊，咱爱实实在在，免重表面，重表面呢是不对的。好，那么咱变革成功以后，咱依照以上方法呢，咱改革成功以后呢，而且呢，爱叫所有上下。好，应当洗面革新。咱啊，家己先检讨家己，先修身齐家治，才要谈治国，才谈平天下。这段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之下。好，那么以民修习啊，以适应新的生活，就是讲咱改革以后咧，咱整个社会哈啊，大家人心相合以后咧，而且咧，就咱就我都适应新的生活。好，咱会过着幸福、好光明、心灵安详的人生。咱这节甲只一个段落，哈，祝福各位。咱明仔载开始要阁讲，学到恢宏鼎，哈，祝福各位事业顺心。